别眨眼，火箭少女怎么不见了？那你这期给你们带来次元极客的最新隐藏玩法，利用标记功能成功进入地底，想上分的一定要学会。就拿关键基地来说，我们先来到基地内部自动有小台阶的位置，趴下贴着墙角释放标记技能，看到标记掉下去后就说明成功了。接着只要点击闪回，就能直接来到关键基地下方，然后再来学校的游泳馆，趴在里面的小台阶释放标记技能，同样也可以来到地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可以在里面放置次元补给箱，这儿放置了次元狗粪的同时也能拿到高级物资，还可以在原地放一个标记，出来溜一圈再回去，再点击闪回非常不错。最后再给你们几个可以进入地底的点位，记不住的建议双击保存，来到防空洞的这个位置，趴在两侧石头上放标记，就能闪现下来。沿着石缝往里面走，接着跳下来就能来到防空洞管道，在这同样是非常安全。然后来到超级中心这种三层楼，在楼梯拐角处放一个标记，就可以闪回到这下面。等人全走了，出去捡金元非常不错。还有这种随处可见的石头堆，趴在这个角落点击闪回，同样也能到里面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快去试试吧，拜拜。这就是老六打法，知道吗？小子牛逼。